新英雄金蝉，等了这么久，王者终于要出新英雄了。他是来自西游记唐僧。今天阿空给你们介绍介绍。大家可以看到，金蝉是中单位，他的一技能扔出一个紧箍咒，并且对周围造成一定伤害，其实还有减速的效果，不过只能套住一个人，敌人走不出去。都支持一下阿空吧，谢谢你们。二技能更像是一串佛珠，你们仔细看，套住之后那几颗珠子会爆炸，并且还有伤害。一技能和二技能其实是连用的，二技能可以跟随着一技能走。你们好奇的大招来了，听我讲。其实这个大招和西施的大招有一定相似的地方，大家看着我开大招，先按三一二技能顺序，看着马上有惊喜，我的佛珠集满了，就是现在。降龙十八掌，你们觉得帅吗？我觉得这个英雄真的很强。到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，金蝉技能连招3123，我们等着他出来吧。大家给阿空